欢迎来到27度公寓的频道，我是五毛爸，我是五毛妈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美食吃到饱系列啦。我们今天来到中壢的魔椒顶级鸳鸯锅哦，这龟缸金酱我告令哎，非常的适合吃锅，所以我们就来啦。那现在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去吧。沙拉嘿哟 ，Go！ 入座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菜单的部分。这里的消费方式是平日午餐739元，平日晚餐以及假日全日是799元，都要再加上一层的服务费。用餐时间是2小时，汤头部分总共是9选2，现在还多了2款新的汤头哦。另外还可以加200元吃到饱的内容，有牛舌、牛小排、松板猪、M9 澳洲和牛、L1 天使红虾以及西班牙伊比利猪。那我们现在来去看自助吧，有哪些东西吧？红烧猪脚、瓜仔肉脏、麻辣鸭血、4款的热茶包、咖啡、乌梅汁、冬瓜柠檬、综合果汁、可比斯绿茶、乌龙茶、苹果汁以及柳橙汁哦。冰镇系列的4款饮料以及3款的果汁哦。雀巢柠檬茶、雀巢奶茶以及好时的冰沙。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吧台区，啤酒、气泡水、白酒、红酒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还有海泥根跟口奶，各式的酱料，鸡蛋、豆皮、老油条、冬粉、韩国泡面、王子面、锅烧意面。饭后甜点有提供奶酪、统一布丁、泡芙、麻薯卷、手工奶酪、乳酪条、生巧卷、柠檬塔，还有马卡龙哟，以及4款的水果哦，莫凡比的冰淇淋，总共提供了11种口味哦，汉根达斯的冰淇淋，总共提供了8种口味哦，自助火锅料区。琳琅满目的海鲜选择好丰富哦，我现在要赶快来吃喽，开吃啦。那我们今天点的是麻辣锅跟胡椒鸡白汤。我们吃平日的午餐就没有再加200元了，因为我觉得739的内容我们就已经足够吃了，外加就已经有佐渡花蟹了。对，鸡白汤的胡椒辣，我觉得有大辣了，不敢吃辣，千万不要点胡椒鸡白汤。真的很辣哦！哎呦，你先吃茼蒿哦，一定要的。最近一直很想要吃茼蒿，这个是。它煮了之后我还真不知道谁是谁，不过呢，就是炒虾跟蓝钻虾，直接在自助区那边你可以自取。蓝钻虾的口感啊，吃起来啊比较弹牙，而且呢比较扎实，重点是很新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边除了提供我们常见的鲷鱼之外，还有多利鱼跟鲈鱼哦，给各位看一下这厚度哦，简直要让我吃一块就饱了。这个蛤蜊超大的，算大啦。吃火锅的时候我最爱加蛤蜊，蛤蜊吃起来好鲜甜哦。我刚刚一看到小卷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拿它。小卷好好吃哦！哎呦，你这腰子背变成一个迷你了。鲜虾丸煮完之后，怎么看起来这么好吃？超诱人的啊，都看得到虾子哎！它旁边还有个花枝丸。鲜虾丸好好吃，这里非常适合喜欢吃海鲜的人来，因为它有鲍鱼，还有贵妃包。我的鸡佛，有人不敢吃鸡佛的吗？我从小就好爱吃哦，可是因为阿嬷每次买鸡回来啊，只有2个鸡佛，所以呢，我就非常的珍惜吃。各位啊，很少在自助吧里面看到鹅啊，吼，喜欢吃鹅啊，绝对不能错过。来这边可以吃得很开心，这鹅还很大一颗，很肥美，好吃的摩卡还蛮好喝的。我那时候看到冰沙是好食的，我还蛮开心的。你吃板腱牛，我来吃安格斯牛肉啊，不能涮得太熟。它肉品呢，是你用点的，它现切的，不是在自助区那边。它就有梅花猪、雪花牛、小羔羊、双酱牛、板腱牛、安格斯黑牛、培根猪跟香草猪后腿肉，以及佐渡花蟹。我觉得内容已经非常的多，根本不用加200，除非你非常想吃 L1 天使红虾，或者是和牛。
但和牛是澳洲的，不是日本的，所以 OK。现在吃到中场了，我来跟各位讲一下笑话。来啊，过来啊！大家最期待的啦。洗冰室要用什么清洁剂呢？洗冰室，对，威猛先生。为什么？哦，太扯了。不累啦。为什么？洗面乳。为什么？Seven 乳。哎，这花蟹的肉超好吃的，花蟹非常大一只，外加它的肉质非常鲜甜，然后吃起来非常的细致。这喝起来，来这根本不会想吃肉的啊！饱足一餐之后，今天吃的最多的就是花蟹啦。花蟹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我才会一直点。点到现在，你要吃甜点了，我还在吃花蟹。这里竟然有马卡龙哎，好吃到我都把我甜点的胃给放弃了。它其实我很甜哦，然后里面也是有点就是像焦糖的那种口感。嗯，对，焦糖的那种口感。我有发现，讲我们超灵呆，超灵呆。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，那我们就边讲一下。它这边的用餐环境，我觉得就是麻辣锅店的舒适。服务方面呢，我个人觉得服务也非常的好。那基本上它是不用帮我们整理桌面的，只要帮我们收空盘，因为它这桌面上呢有一个洞洞，是可以直接将你的所有什么菜渣、垃圾都往里面丢。没错。停车部分的话呢，没有折抵，没有特约。所以呢，附近都有收费的停车场，就是要自己找。但是我们今天停了一个蛮近的，其实走过来只要一分钟而已。对，非常 fast。嗯 ，quickly。对。然后这一家店呢，我觉得它的强项不是汤头，所以在于锅底的部分吃起来它是普通的，这一点我可以接受。因为呢，反正我海鲜啊、蔬菜煮一煮之后就会变得很鲜甜。都可以弥补这一切的。那针对海鲜的提供让我非常的满意，以及酒类的选项直达满分。哎，那一瓶快被他喝光光了，不是那一杯哦，是那一瓶哦。其实我还想喝口纳嘞，他口纳连柠檬角都附好了，怎么可以不喝呢？怎么会那么贴心啊？嘿 ，Oh my god， 真是一大享受，来这边吃东西。嗯，那今天海鲜我最赞赏的呢，一定有花蟹嘛，看我到现在都还在吃就知道了。再来就是鲜蚵，小卷，吃到忘记了。你知道有时候还有那个啦，那个什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虾丸啊？我正要讲它，好吗？总体来说就是新鲜，非常推荐喜欢吃锅而且喜欢吃海鲜的人来。肉品的部分我觉得是正常表现。哦，对对，整体来说的话，这一家店我是会给到95分，是会回访的一家店。我第一次拍吃到饱分数如此高啊，就在这一间哎，不知道人还以为是业配。没有，我真心说，就是以这样的价格提供这样子的食材，对我满意。对，还有这样子的服务，整个 CP 值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嗯，好啦，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尝一尝啦。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那每周的星期天晚上8点都会更新影片，要记得收看。记得到我们粉丝专页按赞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想要贴近我们生活美食动态吗？加入我们官方 LINE， 按右上角的追踪起来哦。在这边跟你们 say goodbye 喽，拜拜。不知道，以为金牙齿直接用咬的。你真的是金牙齿。